我是济南的神阿面，兄弟们有钱啦！刚刚呢跟飞哥借了1500块钱，兄弟们，这可是1500块钱啊！昨天呢，跟你们说了一下去温州那边有亲戚什么的，其实呢是约了一个女网友啊，准备见见面，能不能发展呢就看老天的了啊！昨天呢就差车费嘛，今天的话就找飞哥借了1500块钱，距离有点远，1000多公里啊，一来一回啊，这个车费啊差不多得将近1000块钱，另外呢500块钱吃饭呀，开个旅馆呀，也就全部都花完了。不过啊，为了我的终身大事。这一次你们面地啊，豁出去了。本来你们面地呢，今天就想走的，但是你们面地还没准备好，因为你们面地呀、比较害羞，脸皮薄，所以说，先冷静两天啊，后天出发。另外呢，你们面地的衣服啊什么的也没有洗、今天呢，先把衣服洗一下啊，等后天穿得干干净净。立立整整的啊，去见这个女网友阿坤。坤桑，你怎么突然来了呢？坤桑，哟，干完活回来了。可以的，坤桑。我不想干。坤桑，面壁后天就要去温州去见女网友了，激不激动？开不开心？我可以跟着去吗？你不客气，我操！你跟着去，我估计见都不用见了，就直接废了，纯纯的浪费钱。那你自己去吧。那我必须自己去。兄弟们，我现在呢，去把我的这个衣服啊什么的，不要躺我床上，你的身上脏得很。后面很脏吗？啊，后面前面非常的脏。换衣服去，你看。去洗澡去吧，不要换衣服，先洗个澡。我凭什么洗澡？我这辈子不洗澡。你牛逼。兄弟们，我就先洗个衣服了啊。那本期视频呢就录到这里了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